新闻插播。首先是国际地震消息，伫咧顶礼拜三，咱的友邦一达吉布鲁克，一达吉布鲁克这个国家咧发生了大地震，造成了死伤无数。其国际岛屿以及着领导的可能呢，咱国日前啊派出救援大队前往支援，牵起一声广播电台爱心无私人，也发动了送爱心到一达吉布鲁克这个活动。希望各界用支持呢，大批物资呢已经送到咱电台门卡口了。并且在空中呢，首先感谢大口机枪呢，捐助50组卡蒙式的弹皮啊，以及着比赛专用的加速烟弹弓20支。车联党的立委候选人贾志良、贾志良先生呢，也输人唔输阵，特别捐助了车联党的党旗100支，甲着贾志良立委竞选的海报1000张。住伫咧汤池的黄鸿一先生呢，也热情赞助，食了后有10个人算好迄个红菇的苦毒丸60罐。市价价值72万，乡村内好朋友萨麦鱼呢，也热情赞助100本的农民币，加了50所的锁匙钳啊。甲头手面头家丢43先生呢，也捐助了老哥凉凉秀的盘手带200块。东瀛科技公司也特别捐助了13磅的保龄球70粒，不久林钓白啊，加了鱼白啊，增加真啊50支。乡村内爱心也是无输人，我也要一挂像年糕加了烧酒嘞。这一摆以飞机快速送去灾区，现出来一只对各位的爱心10分的感谢。过来是泰国江山的连线报道，江山的乌鸡子嘛对团去泰国佚佗，想袂到回来了呢，一连的乌鸡子嘛甲现出来讲，伊真正是贪俗买高山啦，想讲从现在旅行社的团费上俗，还唔知迄拢是好笑的啦，什么香蕉船、拖曳伞、水上摩托车，我那是去看人耍香蕉船、拖曳伞、水上摩托车啦。啊，来要算得爱加钱呢？什么达顿拢有联系？120个人啊，唱一只营养不良联系啊，脚手若烧麦，你就脑死咯。烤肉 barbecue 啦，啊，一人一支鸡眼棍啊，住啊什么5星级的饭店，那是名叫5星级呢？啊，房间内底有木屑啦、家灶啦、家纸啦、尿器啦，啊，讲的什么人妖秀啦，那是导游跳完看的呢？啊，有人看到吐，啊，有人昏倒，啊，真正是糟蹋人啦。OK， 即嘛讲吼，这个骗人的创行的旅行社呢，一定要在空中报，大家知影。过来是澳岸高雄的连线报道，世界恐怖组织首脑宾拉丹的小弟宾拉古，利用特殊管道进入高雄。根据线报指出呢，宾拉古这摆的目标呢，是要用炸药炸掉这个美国在台协会高雄分会。想袂到呢，一到高雄了后，这个装炸药的批箱呢，就被2名骑奥多麦带动的手走去，然后运气真歹，宾拉古呢，又搁无缘无故。被一群皮车族拿大锁、四鬼刀、开山刀追杀，最后这个兵仔军呢，为着要逃命，自尖顶头甲跳落去。附近的百姓看到呢，马上通知警方甲救援大队。不过到目前为止呢，也无下落。警方表示呢，是凶多吉少了。全国幼稚园呢，纷纷响起一阵抢救兵仔军的呼声。本台特别制作一首歌，由全国幼稚园340万的小朋友呢，联合演唱。这首歌的歌名叫做《紧来阮兜边》。